再看一个梦啊，是四点零五分的梦。一起去乘船。同我叔叔一起去乘船。去乘船嘛，反正不想反正也过春节对吧？过节之前，我昨天也不清楚到底几点钟就跑到茶马的那边，好像六点钟。那个梦境呢，是看到我叔叔啊，原来深圳那个叔叔，现在在老家那边啊，我同他一起去乘船，好像那个船的开船时间是傍晚的六点钟，然后呢，我们想起来以后，急急忙忙往船码头去赶的时候呢，那个码头不是伸出去了嘛，伸出去的那个靠近岸的地方有个门呐、啊，我同我叔叔刚靠近那个门的时候，砰，门关起来了，意思已经到时间了啊。我叔叔走在前面，门一推，就进去了啊。我还没来反应过来，门已经关了啊。后来我又，然后他们重新开了，又进去了啊。做了这么一个梦啊，做了一个这么一个梦啊，几乎是生死有关的啊，几乎到了生死有关的时刻，几乎到了生死有关的时刻啊。为什么？那些外星人这次大这么大的活动呢，他们已经基本上出发了啊。基本上他们船要出发的门都外面上船的人都门都关了呀啊，正在这个时刻他们正在这个时刻都要出发的时候，突然接到我的昨天接到我的信息啊，接到我的信息，告诉他们呢，地球人肉体被地球人看得更重啊，灵魂他们是不知道的啊，少数人懂这些，但是沉重呢一定要奖惩制度一定要从那肉体上来体现，所以他们原来都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，如果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的话，再干几个月的话，又是以失败而告终啊，又是以失败而告终啊，正在这个时候啊，听到一个正要开船的时候，他们稍微停了一下，稍微停了一下以后呢，然后这个把我的信息放进去了啊，后来呢又开了一下门，把我的信息又放进去了啊，又放进去了啊，这样呢让他们心里有个准备，他们也就是说只能说已经上船准备开船了啊，不然的时间就来不及了，但是呢他们把这个信息已经接到了啊，后面就基本上是再听我的指挥，只能这样说了，只能已经接到了这个指令啊，这里边那个今天这一幕啊，刚才讲的，我说我同我叔叔要去船码头的时候，门一都已经关了，我叔叔先进去了，然后门又关了，然后我再进去了，也就意味着这个船要走了啊，我这个信息送达的时候，船基本上走了啊，这个船指的是飞碟啊，结合上个例我说我看到我爸爸妈妈开着那个像玩具小汽车啊，宽度这么宽啊。那么矮人坐在那浮在面上的感觉啊，我爸爸坐在左边，我妈在右边啊，两个人坐在一个像一个玩具汽车的长宽度也就那么大，不像一个飞碟啊，这个就像漫画画出来的急的急急忙忙冲过来，急急忙忙冲过来的意思，我们如果画那个漫画的话，画漫画的话有点影子啊，也就是说急急忙忙往这边要窜过来是个后面又闪出影子来啊，就是急拐弯下来，而且车是这边一边高一边低啊，左边高右边低，就意味着急急忙忙要这个从这个方向要往这个方向要飞驰过来，也就是说他们也时间晚了啊，时间晚了，因为听我讲嘛，昨天他们还开了一场会嘛，相当于还有的人没出发的还来开了一场会，以这个礼拜开了一场会，已经出发的当然已经在路上了，刚才讲的就已经出发了，门都关了，但接到我这个信息了，所以现在他们就很早就知道啊，这次一定要成功，这次一定要成功，但是呢一定要听我讲的，因为我毕竟在这边守了这么长时间，把这些信息搞明白了嘛，他们还不知道嘛，所以说以前来的人都一次又是失败了啊，这次一定要成功，不能失败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梦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啊，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啊，很着急啊，
他们现在都整个以色列很焦虑。别看一个小小的一个地区啊，这么长时间大家都搞不定是有理由的啊。就刚才我讲的很重要的，要看重肉体，而不是看重灵魂，因为对地球人来说，对外星人来说，看的是灵魂，就根本没考虑肉体的事情。所以我一直讲嘛，我说我小时候被我的那个亲上的师傅啊，掐我啊，看到我躺在那边，实际上按照地球上来说的，这个肉体就，3到4岁干不了什么事情的，但对他们来说，看是肉灵魂的，灵魂是同一个，掐我，让我起床帮他们做事情，那我哪做得了呢？所以，我那个小时候和小学的时候，上上课突然就吐了啊，上课突然吐了，为什么？师傅压我的肚子嘛，就是肚子的东西啪压出来了，压出来就吐了啊。你说这个他就是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嘛？然后压下腹部，压在那个疝气脱肛肠什么之类的，因为他不明白嘛，主要，主要不明白呢，因为不明白，所以啊，我受的痛苦很多很多，一方面地球上的痛苦，另外一方面是来自灵界的要叫我做事情，因为没有对接好嘛。受了这么多痛苦，另外一个痛苦啊，我昨天，在这边还从家里讲了，如果人家一起吃饭，一桌子都是菜呀，我最多吃，在我附近的2、3个菜，为什么？不像人家能够分泌各式各样的消化酶啊，我没有那么多消化酶啊，我没有那么多消化酶，我只能，一次啊只能分泌，可能3到4种吧，最多一次3到4种，吃米饭，已经占掉一种了，那么也就只能吃2到3种菜了啊。所以那既然我只能消化这2到3种的话，那我就在我这附近的啊，我远处我看都不用看，因为你吃了以后根本没有那个消化酶了嘛。比如说还有，比如说别人看到或者我父母看到我，哎，我很喜欢吃一个菜，上一顿还很喜欢吃这个菜。下一顿再拿的时候，拿出来的我筷子一碰也没碰，为什么？他拿上来的时候晚了，所以呢，我先看到的那个2、3种菜啊，我只分泌了这个2、3种菜的消化酶，而上一顿还吃得很好的那个，这一顿我没准备分泌那个消化酶的，你拿给我，我也消化不了，所以有这样的事情呢，我在那个上小学的时候和初中的时候有一阵子。吃任何东西都消化不了的，这个没办法，到医院那边去买那个，家里也没钱，但把所有的这些钱拿出来去买那个葡萄糖，白色的，一包包的葡萄糖，直接吃葡萄糖，才能吸收。你那个玉米也吸收不了，麦子也吸收不了，米也吸收不了啊，就消化不了，刚吃下去就到次数一上就拉掉了啊，什么办法都没有啊。那这个同地球上的生活上的我也没适应。然后来自灵界的，他是看灵魂看的，不会认为是一个婴儿或者还是一个小孩，做不了这个事情，他们就直接压过来了，所以引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所以这些啊，受的这些苦难，人家是想不到的啊，所以我在那个小学和初中的时候，有一阵子就吃什么拉什么，什么或者吐什么，只要什么也吃不了，你说有病吗？也没病，也没去住院。但是呢，就是只能吃那个葡萄糖，葡萄糖已经是单分子体了，人体直接能消化。然后还买了那一桶一桶的五升胀的，那塑料桶胀的那个复合维生素 B， 因为吃菜也消化不了嘛，所以有一阵子就是只能吃葡萄糖加复合维生素 B 啊，就这样，但没挂水，是自己吃，吃下去知道有点力气了，只能这样，所以这常人是想不到的啊。另外一个。人家干一点活不要紧，我又干不了活，为什么？一干活以后满身是汗，因为那个体温调节功能失调了啊。这个就是同那个处理，原来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在有关啊，所以说一定要全部对接好了，方方面面搞明白了才能成功，不然的话再次失败的话，没有多少年了啊。毕竟在地球上那个肉体啊，慢慢衰老了，衰老的时候就精力就差了。不像那外星人看来那个灵魂总是这一个，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严重性啊，所以啊，
按照地球人来说的话，很快就要退休了啊，或者说已经退休了。有的人按照有的单位那个年龄，我已经退休了，或者是按照另外一种算法的，我还可以干几年。所以一定要完成这个事情的啊。所以虽然在他们看来灵魂是同的，但肉体不是啊，肉体是会衰老的，他们越来越这个觉得这个任务的。重要性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这个信息又推送出去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